请欣赏独舞，表演者阿纳斯人，表演者李晓。Yeah.
就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快快说。我今年84岁。哇，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的吴先生已经84岁了，还站在这里头为我们大家表演，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我想问一下吴先生，是什么勇气支持您来到这里表演的？能给我讲一下吗？我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年龄都很长了，但是年龄长不等于我们就不动了，我们应该不断的锻炼，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壮。我再想问一下，这个舞曲是谁帮您编导的、编的、编排的？这是我们邓团长跟我这指导团长说的。哇，有请，怎么可以有请我们团长和您一起表演吗？好不好？请放音乐，有请团长和吴先生一起为大家表演，大家掌声鼓励。说明您这还年轻啊，咱们一定要像吴会长那样坚持，老人们一定要锻炼，咱们不分年龄，不知道多大是吧，很年轻了是吧。舞蹈才
朋友大家好，今天的精彩演出到此结束，再次呢感谢各位团体，感谢各位评委，感谢摄影师，感谢你们大力支持。我们下周五23号周五下午1:30在这里举行颁奖仪式，请大家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下面请我们的团长郑丽丽讲话。谢谢每一位参赛者啊，每个节目我都觉得很难的，太棒了，我们这看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每个节目都漂亮啊，大家都付出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大家都付出了很多时间来举办了这一次大家的演艺赛啊，非常高兴，非常开心。然后呢，我们就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身边几位工作人员，这次你们辛苦了啊 ，Annie、Helen、浩然、Joe 啊，还有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很多，还有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小帅哥节目主持人啊，然后还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每一位的、这个摄影师。这些老师们，你们辛苦了，每一岁都辛苦，一直站到现在啊！真的，我们的美美的东西都在你们这边展示出来，所以我们代表我们的组委会再次感谢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评委和评审员啊！非常感谢你们，感谢后面所有的嘉宾到来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感谢咱们23号的颁奖典礼，再见，谢谢。感谢我们的 Tony 啊，今天你的音乐音响做得特别好，没有你这么音响，我们怎么做呢？非常感谢啊，谢谢。评委们上来，评委们，老师们帮我们评委们一起啊，赶快，弄得快，评委们。义工的主席，义工的团长在哪里？义工的组长，义工的尽快，快，别拖时间啊！这位师傅们也是辛苦，旁边两边朝两边，朝两边。1, 2, 3, cheers! Cheers! 好了。